唐代张籍的《昆仑儿》曾写道：昆仑家住海中洲，蛮客将来汉地游。烟雨解教秦极了，波涛出过玉林洲。金环玉络曾穿耳，罗髻长卷不裹头。自爱肌肤黑如漆，行时半脱木棉裘。诗中描述与这件彩绘釉陶昆仑人俑的服饰体态基本相合。陶俑通身是黄釉，满头黑色卷发，浓眉大眼，面带笑容，颈带项圈，上身斜披红巾，下身着红色短裤，身体略向左倾，双腿粗壮，赤足，生动形象地捕捉了昆仑人的鲜明特点。史书记载，唐朝曾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为交往，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，昆仑人就是其中之一。昆仑人在唐代被贩卖或进贡到中原，大多从事奴仆、马夫、水手等工作。昆仑并非专指一个国家或族群，其大致范围在现在的南海诸岛和印度洋部分地区。